第一位勇者，我劝你们讲话是尊重一点。先看看我们第一位勇者他的 ID， 注意一点哦，大家讲话要放尊重哦。哦，你怎么有30000多？100抽直接帮你搞定，这样我还可以赶着去看一下他们那个战场比赛。免费10连出现了，第一个跳台，哎，击中，没错，恭喜你毕业了。不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好兆头，没错，这个角度 ，Showmaker。等一下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哎，哇靠，差了一点点。好的开始啦，好的开始。王国的猛将已经没得用了，是不是？来啦，好多跳台啊！就是你吗，主席？呼，有啦，出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真的要这只就停哦？我没想到这么快，黑到100吧？没错，来第30连，直接毕业。开胚开胚，我们这个气势很旺。跳台有没有？来了，真的有。哦哟，可以哦，机会很大哦。魔眼，哎呀，鬼哦，很鬼哦。情人节才是重点，对啦，但是他是一个很棒的女主角。好，第30抽平淡无奇哦，第40抽，抱歉，来第50抽，嗯，怎么有点怪？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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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不可能。冰魔眼，哎、欸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跳台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，不可能开高走低吧？来个跳台，来个跳台，哇靠！还有原皮小丑，70抽了，没有，我们这边一定要再凹一个五星，一定要凹到，不可能不凹。不会，不用怕，怎么20、30就该停？没有这种事。他这个我有感受到，他这个气场是跳台，要么不来，来了就会一直来，所以我们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要来就会一直来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这个最后20连绝对是大量发生的，我们这边放慢脚步，主席不要紧张，你放慢脚步。第一个是小丑，有点那个，先当作没看到，先按掉。我们这边冷静一下，换左手。嗯，同一只，换双手。嘿，嘿，哈，哇恰，乌鸦，哈。最后10抽了，怎么跳台突然变那么少？不可能吧，主席！最后的10连，角度要对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大量发生，跳台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我跟你讲。还是我们这边再跟他拼一个五星，再一个10连，一定有。我们不开盘，我们相信挖矿理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没有。我们不开赌盘，来28是不是？跳台来一个，哇靠，没有金的了。跳台来一个，凹一个五星出来，
完蛋。八十年没有五星，还是这边再给他一个。干这个五星你不给他挤出来，再一个。很精哎，有吧？有啦，我跟你讲，毕业了，绝对毕业。冰魔耶！呀，再见。Christmas 你们可以拿下，很好，快速结束这一回合。这个是一样是100抽，来吧，好，100抽，出发。来了，跳台。干有点怪，哇靠，他这个角度好像去不了左边。FZ 啊，我能帮助到你吗？第20抽，吃鲍鱼，补一下身体哦。圣诞节天气冷啊，来了。可以中了，哈，还有机会，左边，在左，哇哦，有点可惜啊，我只能说有点可惜，呵呵，全白，单抽全白，干，可是单抽券。但单抽券真的很不给力耶，不要怕不要怕，我刚刚单抽券那么飞，你的单抽券我相信是没问题的。来了，碰到一个就好，中了，补动 ，Yuki， 三島 Yuki， 再来。右边可以碰到了，再见。怎么都容易出那个单抽券，动画天魔爪，哎呀，天魔爪 ，Christmas 你看，单抽券有料。单抽券，我的单抽券不给力啊，所以再抽的通常就蛮给力的啊。再来再来，干三五星还不够。哎呦，哇靠！哇靠！呦，哎呀，哇，哇靠！哦，呦喂，不啦不啦，哇哇啊咋啊，事不过三，中了，毕业，再见。太无情了，有料，单抽券直接20连六跳台，没错，抽卡就是这么简单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的这一位原本是我们台服的大佬，在二周年日服二周年的时候转身了，转身之后买了一个石头号，从二周年到现在也不到一个月，他已经123等了。六万颗石头啊，有五万多是有偿啊，含着金汤匙转身啊，看在这个这么努力的份上，玩不到一个月的账号就有双半五，我们来看看他的努力会不会背叛他。好，先补一个刺心的洞，来啦，跳台。哇靠，来，还有一次机会，第一个十连碰到，来补洞，先给你一只兔子。 Merry Christmas。 哦，你两天就半斧四天半枪哦，好扯哦。算是练得非常有效率耶，来啦，
中天魔爪，干，居然歪了，很干。来，单抽卷十张，出发。一九必出跳台，绝对的定理，而且还是金色这一颗，只要碰到一下，没错，天魔爪，看，没关系，我们很快就要进入有常识了，大家不紧张。跳台没有，没关系，不紧张。天魔爪，来了！男童俱乐部有了保底五星，天魔爪。哎呀，是女的。现在五十抽嘛，好，六十抽，不要歪都好。来了，左边吗？欸，哇靠嘞，哇哇哇，这个欸，有机会，哇，修 maker， 哈，来了，还有机会，可以哦，欸，嗯，有点措手不及啊，不得不说。来了，跳台，新账号缺五星破星。哦，对啦，对啊，其实五星越多越好啊。斜咖来了，斜咖，再来，跳台，没有，马上继续出发，很精哦，跳台。哦，垂直可以，天魔爪毕业啦，蓝蓝吧，中啦！クリスマスに向け，再来，有哦，双五星，碰到，补动。还可以啊，我真的觉得剩下的石头你可以等那个新年池再搞，我觉得 没什么问题。OK， 今天代抽之鬼全员毕业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成为遗珠之憾，恭喜各位。